谁敢泼刘雨欣？谁敢泼那边？谁跟刘雨欣对泼？谁敢？把话说的那么狠！铁班长，你来。那就，杨老师怎么说？我去泼是吗？对，买保险了没有？咋的？那泼你会？不会啊，遭受血光之灾是吗？你们真不上是不是？就是不熟，不熟，没有什么愤怒对他。反正我胆子大。没事，玩游戏正常正常。一泼完马上对着镜头说两句话。看了没事的。一泼上你要笑出来。要保护我们杨老师。一点那痛苦的表情都不能有，听到没有？行行行，可以可以。这一段必须播。求生欲好强。